咱近视买文具，预算100，买什么好呢？好喜欢，但不是文具。这个可爱，但也不是文具，不能买。这个可以啦，8块钱。速干笔，小淘淘，8块。磨一磨，真的速干，烧，还是8块钱。20。12。海贼王热可擦笔，选这个，6块钱。100直尺，15块。好可爱，不过有杯子啦，不买啦。哎，这个20元，买它，粉色中性笔。3块钱，买单去啦。你们说我超预算了吗？哦，好开心，哈哈哈哈。